大家好啊，食饱饭系嘛？试下声先，大家嗰个音量点样啊？九点至九点半开住啲音乐俾大家听啊，有谂过，但系咧音乐呢啲咧有版权啊，始终啊担心啊，担心在呢度。如果唔系咧，一定啊播咩音乐啊，系嘛？啊，一定要自己弹嘅我啊，自己演奏先得嘅。如果唔系咧，播啲音乐咧，一阵又俾人啊陈百强啊没法我咩追咩得失错漏系嘛？当初听到望到变更改系嘛？一生何求系嘛？最出名嘅呢首歌啊，陈百强啊，人哋播黄子华，但系我就系咁黑仔啊，阴公啊，那个鬼婆啊，就系、是、唔要输我啊！有个个人有啲人啊，听人讲啊，有人播波都冇事，我啊播啊谢拉特嘅射空炮，系咪俾人 ban 系嘛？啊，唔系怕咩啊，大佬，我系俾人针对呢、這个，唔系怕。系嘛？解放啊！解放军都嚟啦，探我探我啦！啊，仲有咩好怕系嘛？啊，死都唔怕啦！啊，啱唔啱？啊，一生何求啊，非常好听。今晚咧有特别嘢睇，冇错啦！啊，喺呢个半场休息嘅时候咧，等下多啲人聚集嘅时候咧，我先播系嘛？啊，等啲人啊坐定定，你知啦，有啊兄弟有时未必咁准时，系嘛？啊！九点咧唱住真系清唱半个钟啊，人都癫啊，声都沙晒。今晚就有特别嘢睇啊，包你后五秒内，如果大家唔笑咧，啊，又冇可能嘅呢、這个，我都唔会啊，咁样做咩都得噶啦啊，因为呢件事真系冇可能嘅事情。你准时，但系其他兄弟唔准时啊，一盏都会 up 上去 YouTube 放心啊，但系俾啲。精华嘅片段，大家睇睇先啊！喺呢个半场休息期间，啊，忍笑，忍咩笑啊？而家讲嘢已经好好笑啦嘛，咁即系你啊啊，咁一阵你，我惊你笑到抽筋啊，落唔到台啊！话说我今日啊，就2011年啊11月11号呢个光棍节啊，大家知唔知啊？光棍节系由来啊点啊？有冇人知道啊？冇人答啊？点解啊？大家都唔系光棍系嘛？即系个个都已经有靓女陪啊，所以就冇人回答喎。睇嚟呢个问题系嘛？啊，哇，唔好咁样啊！大家循例乱咁答啲问题，我先至有得回应噶嘛，系嘛？一唱一和系嘛？间大学嚟嘅，冇错啦，系一个呢、這个。根据呢、這个啊，我搜集个资料咧，就系、是、呢个大陆咧有个南京大学咧校园嘅趣味文化啊，咁样嘅，咁样嚟嘅，咁样光棍节咧有啲咩节目咧啊？有啲人就大家先讲讲，但系知唔知点解要叫光棍啊？棍呢个系咩意思咧？啊，同大哥一样大把女，所以就冇人答呢个问题啊。冇朋友啊，得知冇女朋友，得知棍喺度，男人啊，点解男人点解女人唔可以棍咧？大家望有一个定律嘅，大家知唔知？所以点解咧？你未见过赞女仔型棍啊？点解啊？一定系赞男人型棍。我曾经咧有个同事啊，有个女孩子同事以前咧喺公司度，跟住有个人赞佢，哇！你今日着到好型喎，好型棍，有个男仔咁样答佢，个女同事即刻板起块面。佢咩点样型棍啊？我边度有支棍去型啊？咁样讲，跟住个男仔啊，即刻全场静晒，小巴司机啊，小巴继续慢驶啊，就系、是、咁样啦啊，睇到啊，阿卡神888啊，就系咁啦。所以咧，棍系呢、這个有啲人咧就话呢个节日咧系属于女人，我就啊唔系咁认同，因为话明棍啊棍咧，男人我男嘅型棍，女啊系嘛？棍咧呢个节日啊，应该呢个啊11月11日咧属于男人嘅节日嘅，所以女人咧就唔好乱咁庆祝光棍节啦。如果唔系咧，我就会啊，如果我喺 Facebook 见到咧呢、這个咧，我就一定唔会啊同呢个女仔接触啊，因为好恐怖系嘛？呢、這个系一个修罗男爵啊，有两双重性别啊，有两个器官啊，咁啊呢啲
就生人勿近啦、啊、我都奉劝过，哇人情冷暖啊，得啊我同水罗马兄两个两支公啊，大家光棍节真系啊，个个真系为咗避嫌啊，就唔去呢、這个啊唔留喺屋企打游戏机，个个战友都去 happy 阴公，得关我同水罗马兄啊，咁啊，唉、哎、唯有啊我同佢。啊，继续打啦，两个人啊，两支弓继续啊打天啊，大家快啲去呢、這个呢、這个个 post 度留翻言先啊，叫翻啲人队友入嚟啦，唉、哎，人情冷暖啊，光棍达睇到你啊，卡神八八八啊，睇到睇到，两个棍对两个棍，光棍达，好啦、啊，水罗马兄啊，你有中意打咩位置啊？咦、哎、有一个仲有一个喎、哎、郭大侠啊都系真英雄好汉啊，冇抌低到啊，啊三杰啊光棍三条棍嚟啊，仲差一条啊先至可以11月11日配返配合返咗节日啊，四棍啊，仲差边个想做最后一支棍啊，最王牌节目啊三叔嚟啊，三叔㗎嘛，嗰个三叔正得嗰个啊，我哋开波先啊，最后一支棍啊，我哋等緊你啊，各界合我哋先开波啊，好波几多啊，100到㗎喇，差唔多已经，我都唔记得㗎啊，各界合有妻有女啊，嗰、那个女嚟啊，啊郭芙呢啲啊唔係一个好啊好嘅女孩子啊，桃园三棍儿啊，点解你昌城啊睇睇下停咗啊 ,refresh 一次睇睇应该係冇问题啊，等埋你开机啊，而家、啊、等等我啊，我大侠停停到啊，停到我哋开波先冇所谓，下场开波啊冇关系啊，我唔会踢一场嘅呢、這个啊加利仔啊，三棍合 3D 啊，等埋佢啊，我哋等埋你啊，加利仔四棍啊啊，披头四啊四棍啊啊，四条棍四条棍玩四 D 啊。Gary 棍，今日个好多人用棍呢个字，大家有冇觉得今年唔知点解啊？啲咩零舍多节日嘅喺 Facebook 啊，咩万圣节以前啊都冇啊咁多人庆祝噶，而家啲光棍节系嘛？呢啲非传统节日咧，突然间啊咁多人讲啊，平时嗰啲圣诞节啊嗰啲又唔讲喎啊，嗰啲啊中国传统嗰啲啊中秋节系嘛，仲有嗰啲啊韩食节啊，大家知唔知啊清明节啊又明。啊！寒食節，大家嗰日咧就唔可以生火啊！呢啲嘢又冇人知嘅喎，啊又冇人慶祝係嘛？哎，司琪姐入埋嚟啦！哎，四棍啊啊啊，加埋你加你仔五棍啊，五棍合嘅啊，五六棍嘅啦啊！等等先啊，睇睇咩有冇去激劍？做咩變咗 BUMOG？ 我而家係用緊啊德文嗰、那個啊，我聽緊啊德文啊，所以佢就會轉成咁樣嘅。啊 ，B 要咩？大哥有冇激剑啊？激咩剑啊？啊！喂，大家冇开波字啊！仲有人啊！哎，好彩啊！仲有加利仔未到啊！快啲入嚟啦，加利仔啊！格棍，我屋企要睇电视啊！一阵先开始，我哋开波啦！我哋开波啦！郭大侠，唔好意思啊，开始短棍打都系得个，点会短棍啊？啊！啊！嗰、那个都话咗，但嗰支系咩棍啊？如意棒，金光如意棒啊，东海嘅定海神针系咪啊？诶，短棍啊！嗰、那个你系嗰、那个状态嗰阵时短棍啊，吓系咪啊？啊，啱唔啱啊？啊，我要伸长有几长有几长啊？有几粗有几粗系咪啊？啊，有啲人系双截棍啊，话时话，大家有冇听过啊？大哥你真係几似金城武啊，睇完啊諮詢你个訪問之后金城達讲真㗎呢个啊可以直播啊竹尖達二金光牌要 ban 咩点样去 ban 呀啊定海牙尖。但点样大哥可以唔眨眼咩意思啊，咩叫眨眼啊，眨咩眼啊，你啊斷咗咩雙截棍。啊，唔系啊，有啲开叉嘅，可以同时玩双飞嘅，两支棍，双棍齐飞，系嘛？啊，
其实达哥系阿哥定细佬，你估估啊？达哥冇买 iPhone 4S， 如果啊啊读到要同 iPhone 4S 嗰个女仔讲讲谈心，是否可悲啊？认真一问啊！以前啊有，以前咧有啲机械人啊 ，MSN 都有啲唔知咩 robot 啦，同佢讲嘢啊。我有达哥成日都问佢啊，咩食咗饭未啊？今日啊，点点点啊？啊！我覺得嗰啲仲未做得好好啊，嗰個人工智能，我期待有一個真係啊，整個達哥妙問妙答啊！哎，郭大俠啊，搶得靚啊！對面係咩隊啊？啊 ，DF，DF， 哎，斬得嚟靚啊！郭大俠頂到邊達哥下低空㗎啦！哎呀，想斬個對角啊，可惜啊，對面啊回放啊非常快啊！達哥有咩特別嘢啊？啊，一陣半場你睇到㗎啦！啊，開少少 FIFA 聲收到啦！啊，我而家即刻撳啊！啊，各位啊，妹妹啊，大哥系啊，收罗男爵啊，系啊，先啊，郭达靓啊，抢个抢得波，大哥入先啦，只要直线啊，俾得靓噶啦，啊，龙门出型啊，你够胆啊，再出啲啊，你啊大镬啊，出个靓波嚟，走啊，一样郭达呢个远射靓啊，射走佢都好啊，射唔中啊，射得中入波啊，当然好啊，射唔中啊都好噶，啊，打断对方咧反攻啊。今日又有咩特別嘢一陣你睇係嘛？半場啦，大家千祈唔好走雞啦！哎，達叔啊又搶到個波啦，哇！英雄斬過嚟，哇！斬到咁樣啊，哦，斬到佢大西洋。10:15啊，伊拉克啊對中國啊，大家點睇呢場賽事？有冇落注啊？我買呢個伊拉克啊，講真啊，啊，哇！我唔係話撐唔撐啊中國隊啊啊！伊拉克咧啊，唔係講少噶，成日打仗噶嘛，係嘛啊？啲人啊，佢哋有冇國家成日俾啊美國佬嗰啲欺壓啊？就係靠呢啲啊，即係呢啲點樣啊？呢啲時機咧宣揚民族意識嘅，唯有呢啲時間嘅啫。哇！對面嘅龍門做咩事啊？食咗豬油啊！好啦，斬個波啊！啊，不遠咧，夠大盒射得靚啦！斬咗波，哎呀，可惜啊，有個誤會啊，以為佢俾地波直線啊，達哥。啊！走咗落去，好再嚟啦！對面有 Wilson 啊，魏奕迅，魏奕迅又傳俾你，又俾郭大俠截到 ，A 都大哥，大哥啊，揞上去啦！哎呀，又係一個誤會啊，唔緊要，哇！哎呀，有啊，水流馬靚波啊，啊走埋入龍門添，飄飄灑灑啊，冇，我哋四條棍要集合噶啦啊！靚波啊，四個棍啊，啊睇睇啦，哇！呢、這個截得靚啊，龍門，哇，截都截低啊！啊！扑琴空气，连琴两次达阵啊！达到我经理节目咧，仲未做嘅、啊，一盏半场啊，换 game 啊，只人做啊！达阵啊，啊玩咗美式足球啊，水落马，哎呀，郭大侠又攞到波，吸一吸，靓波俾到啊！达哥，达哥，揞落去，靓啊，俾到啊！水落马，水落马系咪又达多次阵啊？哎呀，哎又嚟啦，有机会啦，靓啦，都大哥达阵啦，哎呀，即刻18分钟啊！啊睇睇啦啊！一級啊，佢羅馬真係好犀利啊，專將呢個龍門嗰個波啊 ，double fly 啊，將 double fly 係以前有個不合牌，係以前有個乒乓球拍啊，細個咧啲人咧啊，嗰啲有錢嗰啲同學成日攞啲串我，我啊攞啲咩紅雙喜，唔知10蚊一塊啲乒乓波拍，佢哋有咩不合牌？哇！我嗰陣時又唔識啊。细个啊，唔识英文啊，咩牛油乌蝇我听到啊，点解个棒球啊，乒乓球拍个名改得咁难听啊，仲卖咁贵，听落咧就唔想啊买啦，又牛油啊，又粒粒，又乌蝇系嘛？我谂住啊，系咪啲人攞嚟拍乌蝇系嘛？啊，呢面收咗钱啊，过数搞错啊，打得好波啊，话我哋啊过数啊，黐线！但我今日踢新波，我班 friend 系咁排面踩屎啊！睇得多呢个台咧，啊真系啊！除咗文化文乐知识咧有收围之外咧，啊技术咧都有提升啊！哎呀，个大侠又靓啊，直线啊，肯到过嚟啦！大侠大哥，哇对面啊，哇喺度招拨大哥啊，行到咁出啊，真系劲上啊一嘢就凹落去啦！啊，水罗马英有冇机会打红包？哥，我讲翻嚟睇你，多谢你啊！啊！都放啊！你个学啊学校都即系读书都几严格喎，即系读到而家。哎，子怡姐斩到嚟，呃个狮子摇头，要唔到啊！哎呀，水罗马控到啦啊，好容易都嚟啦啊啊！
为论一齐嚟庆祝光棍节啊！男人嘅节日啊，大家啊，重返战场。究竟鞋面踩屎点解啊？又要讲讲呢个中国，哇！啲人讲埋啲球波先，阿哥吸一吸，我自己着埋啦，入翻对面嘅佬啊，真系想放俾我入咁样啊？点解咧？鞋面踩屎咧？啊！大家有冇試過鞋面踩屎？相信生平之內都未試過。如果試過之後，你一定係奇人啊，或者變態佬啊，即係或者骨骼精奇嗰個鞋嗰、那個腳嗰、那個腳板嗰、那個生長嗰個狀況咧啊，有啲問題啊？點解咧嚇？因為咧呢、這個鞋面踩屎啊，一般人啊都唔會做到啊，除非你故意攞個鞋面啊去嗨係嘛？意思點解鞋面踩屎就係呢個萬中無一嘅機會就係、是、要故意去做啊！啊，嗰啲撞柱撞弓咧，呢啲啊並不是僥幸偶然啊，刻意營造先至有呢個做到嘅啊，冇可能啊，成功非僥幸就係咁嘅意思啊，簡單一句啊，好啊，不過禮拜一啊考中吧，有咩注意？首先咧，要買一支新筆先啊，一定要亂咁寫啊，寫到。啊，写到似懂非懂啊，言之有理就得噶啦。跟住又乱咁引用一两句课文，啊，跟住之后嘅嘢咧可以无关嘅。咁你已经啊坐底合格分数啊。总之呢一科咧，佢标榜啊冇呢个啊标准答模拟答案嘅标准答案嘅，你咧所以咧要写到言之合理啊，你仲要猜度老师嘅口味啊。例如佢话咩中国文化系咪啊？我曾经有一个题目以前话中国文化科系咪一个冇用嘅科目啊？如果你啲一睇就知啊，如果你答系，你啲垃圾科咧，你啊死紧噶啦，鼻硬噶啊，唔系话鼻硬嘅，都即系最多分数好低分咁样啊嘛。你一定系估老师啊，擦晒鞋啊，咁啊有分噶啦啊！你谂下五毛嗰啲文章点样啊？啊！照抄一篇咧，咁啊得咁咩？党的伟大领导下，再啊老师的咩卓越英才下，咩文化啊中国文化分图咧啊个人修养啊哔哩吧啦，至啊蒸蒸日上，天天向上等等等等之如此类咧。啊你系 A 硬啊，讲真嘅，五 A 翻嚟啊，我帮你打个老师啊，话咁都啊塞晒你鞋，你都唔俾面系嘛啊好。上次引用咗例子，用错例子啊，搞到唔合格啊！你用咗咩例子啊？定语教室啊，拆中无一嘅机会，党的恩情比天高嘅，拆中共鞋一定合格。但系你点睇梁朝伟啊？梁朝伟咧啊，真系如果你讲香港嘅其中一个最好戏嘅人咧，一定系啊有靓仔嘅咧，你一定系讲啊梁朝伟啊啊，系嘛？大家有冇睇佢演王家卫啲戏啊？啊！真係見眼嘅、啊、男人見到咧，你都覺得真係啊迷上佢。哎，靚啊！呢、這個直線啊，因為一個接應啊，眼神交流咧就俾到。哎呀，大哥想過埋貪心啊！啊，大哥，我想啊，可唔可以教我點入共產黨？我想入黨賣港啊！啊，呢、這個入共產黨唔係咁易啊，要查家宅啊。首先你啊幾多呀？水落馬興靚啊！呢、這個鍋嚟啊，接應咧。啊、首先咧，你要唔系地主啊，系嘛？根据最古旧嗰个条例，你要查三代，你个屋企有冇、啊、地主啊？系咪走资派系嘛？有冇啊？有冇双重党籍啊？有冇喺国民党有一席啊？有咧，你已经唔需要谂噶啦，你只能够一世啊做呢个农民啊？有冇玩音乐啊？如果唔係又俾人批鬥啦，批林批孔嗰陣時勾斷你隻手指嘅，曾幾何時有啲人話啊？星期一考 cam 有咩 tips 啊？睇啦，睇睇神探伽利略嘅可能會幫到你啊！色戒演得真係好真係嘛啊！真係啊啊！有冇四千蚊就入到黨嘅咩？咁平嘅咩？黨喎 啊入黨啊啊咁易入嘅咋啊！我試過鞋面踩屎有鳥屎喺個鞋面，咁啊啲屎咁又唔係踩係嘛？踩係要用鞋面印落去嗰嘢先至叫踩，大家要知道嗰個動作，咩叫踩單車係嘛？啊！但要你個腳係向下，如果係有得小鳥嘅大便啊跌落你個鞋面度咧，咁樣就不能叫鞋面踩屎啊！即係話嚇。啊！即系话屙中头奖啊，通常啲人就叫系嘛啊，系啊呢啲着屎方面嘅话题系嘛啊，大家用词咧一定要中国人嘅用词好讲究嘅啊，呢、這个先嚟不能乱用错
踩嘅意思就是一定是要向下印下去啊，是吧啊，大面中指啊，讲真四五千蚊话多唔多话少都唔少啊，一百蚊嘅加支红上嚟，大哥点睇影帝温爷爷啊？呢啲又唔好乱讲啊，咩影帝啊？哇！人哋啊，真系为中国喊苦喊屈啊！你见到佢真系啊，眼泪流啊，一路讲中国国情啊！我就系唯一要，如果你要我讲温家温总嘅一件事，我就觉得佢讲嘢永远都系好慢。就我们啊，已经听到啦，你们的要求，佢就会咁样讲啊，一定啊系要一个好长嘅停顿，哎呀，越位啊，点睇啊？啊大哥，你而家嗰对阿周排第几？我要查查先。啊，大哥，点解唐唐去瞓棺材？我真系唔知呢件事喎。啊，唐唐瞓做咩事？瞓棺材啊？啊，食烧。哎呀，确实啊，攞唔攞到，闹唔到话对面啊咁样。我哋啊，三个人防佢一个啊，帮手啊，雷哥斯达啊，大哥都好中意啊，嗰阵时啊，喺、哎、呢、這个。大家有冇睇呢個？唔知2002年係咪歐國杯啊？大家有冇睇葡萄牙啊？葡萄牙對呢、這個咩咧？2002定2004年，我唔記得啊。葡萄牙對邊隊啊？總決賽啊，就靠好似對意大利啊，就係、是、靠雷哥斯達咧後備入上咧啊，就整個靚嘅直線，定唔知點樣射入一個靚波就啊，令到啊葡萄牙去決賽，跟住最後輸俾希臘嘅。大家有冇睇啊？啊！04啊，好似系啊，系嘛啊！大家都有睇呢场波啊，嗰阵时啊，好似啱啱啊，大哥考完会考定唔知点啊，就日日喺度睇波，睇到真系啊黐晒线啊！系04系嘛？雷哥斯达最后一届嗰、那个都踢咗场好波，即系最后咧啊，估唔到开幕战咧葡萄牙咧就系输咗俾呢个希腊嘅啊，闭幕战最后一场咧又系输嘅俾希腊嘅，嗰阵时系好邪。我记得嗰阵时仲有个咩有线歌神啊，佢就唱边队死边队，我好记得，就系、是、最尾嗰日咧就唱嗰个葡萄牙，又话咩有咩雷哥哥唔知咩真好、啊，定唔知咩咪成日挂住唔知传波定乜鬼嘢，类似咁样啦吓、啊，跟住咧就啊嗰日就冇出雷哥斯达，收死咗啦，唉、哎、葡萄牙嗰阵时啊有斯朗拿度配呢个费高啊，有嗰啲咩有个翼嘅，我唔记得啦，咩啊？哥里斯马定乜鬼系咪啊？好似仲喺度啊！大家有冇印象啊？啊！而家呢个比利，嗰阵时南韩好劲啊，场场一比零啊，收人皮啊！难嚟啊，有啊，森马奥啊，系啦，有森马奥啊，呢、這个人丁识货，嗰阵时有踢啊，马体会啊，都踢得唔错啊！啊！呢球靓啊，整个远射啊，睇啊，系3-0，啊双重乌蝇啊，啊达明一派领先啊，啊我有冇电眼啊？啊我又有啊电眼咧冇啦，普通眼啊，仲有三只眼啊，大哥总共就有啊。南韩啊对波兰，大哥标同啊过数大，射得咁靓啊，过数都冇用啊！啊呢、這个系嘛？你都要射。啊过数呢啊你都要射到先得㗎啱啱啊呢、這个禁区外喎、啊、大佬啊你过数啊嘛嘩睇睇先啊12码喎、啊、发生咩事啊我哋教你啦国大啊黄龙十八掌啊睇你点救啊对面十个哎呀古洞佬喎国大啊我识啊啊对面 SE, 啊喺光棍节度讲呢个说话就唔系几好啦 啊SE 喎、啊、但系古洞咗阴公啊啊可惜啊我学唔到啊咦呀呢个接得靓啊传送斩返去中间有啦哎呀郭大侠啊呢、這个接得靓啊啊队长啊啊我中法成日諗唔到咩例子啊你多啲引用啊平时日常生活或者一啲历史人物啊人物传记睇多啲啊有嗰啲啊时事新聞啊睇啊啲人啊好鍾意你啊啲老师啊见到你写新聞咧，佢又好開心啊，覺得啊大義凛然。但係你千萬唔好寫啲動漫嗰啲啊內容啊，你寫啲《西遊記》啊、《三國演義》嗰啲故事情節都 OK 嘅。小説啊、金庸棍啊、咩即係嗰啲啊
古龍啊、金庸啊嚇嗰啲小説情節咧，你都可以引用嘅嚇、啊，就千祈唔好引用咧卡通嗰啲啊，佢哋就唔受理嘅，就算啊幾好嘅內容啊，幾真實嘅漫畫咧啊，嗰啲咩《賭博默示錄》嗰啲，你就千祈唔好引用啦，就話你啊反中亂港啊，我冇啲咁嘅事，冇壟斷嘅嗰啲財團啊，世界好和平啊。有张飞有 S C 嘅对面，哎呀靓啊呢、這个啊个大侠，一个头压落去前方先，系点过唔过到啊？阴公啊呢、這个想过啊，爆唔过，多啲啊听达哥引用到啊，达哥咁中意吹水啊，你啊学识啊啊答中化问题有两个要诀，第一就系要抽水，第二咧就系叫做两头唔到岸啊吓。点解咧？点解要咁讲咧？啲人咧，老师啊，唔中意啲偏激答案嘅，你一定要咧，讲完呢篇咧，踩完佢又要赞翻佢噶，呢两个要诀咧，大家要记住啊，抽水啊，抽得靓啊，跟住咧就唔好去得太尽系嘛，阿哥讲过啦，凡事太尽啊，凡事细必早尽噶啦啊，跟住两球唔到岸啊，讲完呢篇又讲嗰篇，就无令两可。啊，冇一个结论啊，好似啲官员讲嘅嘢咧，咁佢就攞 A 噶啦，呢篇范文范中立啊，呢个字啱啦啊，醒目中庸之道啊，孔子啊，儒家你哋咁样讲咧，靓啦，我睇下要唔要射，唔射住，揞上去上面先啊，等啊后卫上嚟，中华打脚三下先再出，哎呀，好嘢啊！我想引用鞋面太子啊，好啊，你可以咁讲啊。啊、你識管用啊，老師一定會覺得呢個獨到嘅見解啊，係咪啊？你話啊，呢、這個特別嘅，人哋話你眼光啊，呢、這個言論獨到啊，一鳴驚人啊，嗰個老師個評語啊，啊引完咧，大家你記得 post 翻嗰個卷咧上嚟呢、這個啊高登嗰個 post 或者呢個 JTV 啊，或者寄俾達哥，我一定要睇睇嘅啊啊呢、啊這個一定係攞 A 嘅範文嚟啦啊！好似陶傑咁抽法係咪會拎 app？ 陶傑通識唔合格，有人攞 YouTube 啊，唔知邊個人啊整鬼一個考試局啊，整曬話揾陶傑喺隔離間房啊做卷，跟住佢話哦，原來係陶傑嚟嘅嗰條友一改卷嘅時候啊，溝女嘅絕技，溝女嚟講咧就甩兩個字嘅啫啊，呢、這個根據行運兩啊行運一條龍嗰個劇情入邊。啊，周星驰讲过啊，沟女嚟讲咧两个字嘅啫，靓仔系嘛，睇得咁嘅啫，冇错啦，一啲笑啊，聪明啊，啊，大家都有睇过啊，一条龙啊，但他王子啊，冇人有听 Viva 嘅背景音乐有听啊，我啊，啊，考官唔止系刘杰啫，系咪刘力啊，啊，揾邓一飞嚟改陶杰笨卷啊。但系沟唔沟到女嘅呢啲又系啊问过呢啲问题咧，问咗十几次咧，我都又懒得大问。问陶杰啊，问呢、這个大哥沟唔沟到女，就等于问啊李嘉诚搵唔搵到钱一样，系咪啊？啊，嘉丽仔嚟唔嚟啊？嘉丽仔好似仲未入得嚟字，我哋开始先啦，国际侠，好啦。但系嗰只 Viva 咩文嚟嘅？德国文啊，好似啊，我本来想咧教下法文版啊，但系佢唔知道歧视中东啊，就冇呢个版本啊。德国点解啊？啊，德国女朋友系咪白姐姐啊？点啊？我问翻你，你嗰个女朋友会唔会系啊嗰、那个叫做咩啊？你哋嗰四大美人啊，我已经唔记得啦，即系我对呢啲。美我通常大哥佬我系记美丽嘅事物啊，老芬啊系嘛？我正如我会唔会话你个女朋友系咪老芬啊？你个答案应该系一样啊！你真系收翻嘉莉仔啊！嘉莉仔未，我应该系我哋队嘅喎，我睇睇先啊！大哥等你 DF 三啊，好啊，一阵啊，我哋会玩噶啦吓。啊佢啱啱講咗嘢話 later 哦，收到啦，水落馬興啊！一陣啊，我哋而家問信息刪除係咩意思啊？啊 HKG Tommy 老芬急轉彎啊！老芬急轉彎係嘛？你係同老芬玩急轉彎啊？正喎、啊！我哋開始得陣啦，郭大俠開波啦，我哋。
啊。大哥今晚嚟玩 story 好啊啊！唉，八文未啊，我咁长嗰篇文啊，我啊识六成到啊入边嗰啲字啊啊，有啲我都要查一查先啊。我话点沟女真系，我讲真系比较难啲，因为大哥通常系俾女沟多啊。点解讲我个 case 啊？我啊可以帮你啊分解一下，有睇到博物视录噶，睇晒全部噶啦，睇咩？破戒碌墮天碌都睇完啊！光棍節啱啱我都有講過，光棍節係屬於係男人嘅啊節日嘅。我見到 Facebook 咧有啲女仔咧都講啊，光棍節咧就唔合理，喺度棍嘅得男人先至用嘅啊！大家太上老分急急如律令啊啊！做咩俾人 ban 咗？邊個俾人 ban 啊？信息刪除你打啲咩啊？喂，我懷疑喂你哋唔好亂咁打打字。真真我懷疑是 JTV 嗰度講嗰啲嘢啊，女人都有假棒，咩叫信息刪除啊？咩嚟啊？你哋打嗰啲咩流噶？我喺度扮嘢，哎呀喺度逼人啊！我仲以為發生咩事，我以為又有解放軍嚟啊，大佬啊！咁我咬一咬，即刻諗緊係咪要急收台啊，大佬啊！人身安全啊，即刻著草啊！哎呀！而家有好多人打信息單場，但我真係好真心，真心真心應佢。所以話，哎呀，估唔到波對面啊，藍色衫啊，好啊鮮豔嘅藍衫啊，法國隊定意大利隊啊。所以羅馬肯上嚟先啊，俾啊歐維倫啊，俾啊國大入點啊啊啊！少年你太啊！少年你太年輕了啊！你以為呢度全部都係你唔知呢度所有回覆都係我一個人覆㗎嗎？啊，信不信我換另一個 ID 啊？少年你太年輕了嗰個係咩啊？係咩啊？喂大佬，你係咁打呢個信息刪除我啊！啊！我听唔到波，大镬啊！对面，哎呀，大镬！你睇呢个龙门啊，犀利啊，大镬啊！清得靓，我都要打翻工啦，郭大镬，掹咗落去左路，大镬啊！呢个对面啊，走个直线啊，啊，唔俾住，俾阿卫伦先，吸一吸先，靓啊，吸过咗，大镬喺前面等你，点样？吸一吸，过一过嚟，过去归中啦！哎呀，我食啊，最尾嗰脚细力嗰只，俾人截到，唔紧要，郭大镬，哇，对面啊，拦埋去，啊，拦腰铲截。啊！歐維倫啊，繼續控住個波，哎，想俾直線啊，可惜啊，俾人截到，哎呀，對面啊，打反攻啦，啊，喺啊左路啊，直插啊，穿過嚟，哎呀，國大入啊，呢啊右翼啊，又閘啊，守得非常好，吸一吸，哇，對面有個高佬啊，紅紅七尺，啊，又係爆炸頭，好，又攞翻波啦，準備啊打翻個攻勢先，902，哎呀，想整個快傳啊，俾阿達哥，可惜啊，對面啊。預先一步啊，睇到啊！大哥打音樂 game 勁唔勁啊？睇下咩音樂 game 啊？太古斯達人嗰啲啊，都 OK 啊啊！細個有玩跳舞機啊，得唔得？哎，叻啦！屌你啊！點解最後咁腳控到咁啊？我啊諗住推過去啊，玻璃抽落去啊，可惜啊！師爺姐，肯俾個放大盒，放大盒啊，吸一吸過嚟，哎呀，我今日冇人入市。達哥你太年輕了啊，都博烏薩陳近南啊，哇大家冷靜啲啦啊，陣間有啲人撳回報啊，唔好啦啊，係啦啊，嗱你節目幾時啊？我哋中間會唔會換啊？換 game 嗰陣時我啊會播放三，我哋繼續講翻波先啊，呢、這個咩拉著啊啊，哇係啦，左級右級啊，哎呀，我哋啊都多啲人啊翻嚟幫手回放啦，靚啊，哎呀截唔截到啊，魔壁十啊，係啦啊，哇呢、這個哇一大一細啊，對面都有個痛苦，哎呀炮彈頭槌哇，點個剃頭啊真係啊，佢又想出呢個下面睇屎啊，做唔到，肯過嚟先啊，各大啊！哇！對面啊，唔嘢少啊，有個矮啊矮仔的的啊，控球啊，有一手啊，又留長頭髮啊，啊好鬼有霸氣，好多刀啊，歐偉倫，哎呀，死人啊！
好，八大盒吸得靓噶啦，俾到大角大角，吸一吸啊，中一，哎呀，你前到都系中间噶啦，争少少咧，就佢一脚咧，打到佢咧，咁啊有啦，哇，小心啊，对面啊，俾直线啊，好波啊呢、這个，系大盒啊，步位啊步得非常靓啊，一嘢啊，半遮身解围，好，对面啊又打反攻啦啊，哇，喺度左吸右吸啦，扭得两下嘅，哇，有呢、這个啊 ，Wonder Boy，Wonder Boy 九啊九啊。温德波咧，点解得意啊？唔知点解睇落去，好似一个小朋友喺度踢紧咧大人赛事。睇睇啦，水罗马吸得靓啦，吸跌咗对方靓传，俾到啊国大啊，我啊走翻落中间先，等佢引佢传过嚟。咁啊你，哎呀，但国大聪明啊，知道佢搏你啊，斩啊，直接射埋去啊，点个冷战？哇，呢、這个角度点解远咗咁多啊？斩埋嚟先。哎呀空啊！哎呀，仲有九零二射落去，我识噶。哎呀，好晒啊，靓波啦，传过嚟。对面啊，又系呢个大只佬啊，啊，总之攻势我识啊，国泰又抢到波，传一传啊，挡到啦，水罗马等过嚟，俾到啊大哥，大哥见到下底空啦，哎呀，想死，应该垫高波更佳。啊但个太年轻了，我收到风中波唔会打假波，伊拉克赢2-1，伊拉克太年轻，柯坚伊拉克石油换分数，我都自己睇高伊拉克一线嘅，呢个系嗰个中锋佬嗰个民族意识问题啊，中国啊成日好多打假波，哎个打出嚟。哎呀，过到头啊，有噶啦，啊，但系喺中间暴到实一实啊，啊，郭大侠控住个波先，要传俾咗水罗马，水罗马点样吸翻落去俾郭大侠？郭大侠可以射靓啊，啊，俾到啊思贤姐接一接个波，哎，我知啦，冇人接到啊，呢队咩嚟啊？咁高啊，啊，呢队啊对面啊唔野少嘅实力睇嚟啊，都系啊世界排名喺前列嘅位置噶啦，啊前列线啊。好呢、這个水罗马，俾唔俾到大哥？俾到啦，大哥，哎呀，靓啊！呢、這个直接俾啊，我咪谂可以出波啊，出埋嚟有冇先啊？先后啊？我识噶，啊俾人啊霸住个位，走埋嚟，哇！呢、這个小心啊，呢、這个矮仔啊，有速度啊 ，Wonder Boy 压住佢靓波啊，啊巨大侠，几时有大哥潮文？我都唔知啊，大哥潮文有一篇诶，好似啊。警告喂水罗马小心啊啊俾人啊落啊非常狼藉啊对面思贤姐你都啊郭大侠郭大侠点样吸过一个靓波啊俾返你靓啊呢、這个温特柱可以再斩啊有个怪入啦哎呀好冇中哎呀哇非常嘅混战啊对面嘅龙门啊依然啊扑救到啊咁都假波啊哇大佬呢球唔系我啊你话假波即系话其他兄弟啊，大佬啊，唔好啊，啊闹大哥嘅就 O K 啊，就唔好闹其他兄弟系嘛，嗰、那个就唔系大哥自己射嘅啊，系嘛？龙门食咗药，咁都唔入，冇假兄弟你太年轻了啊！一接纳。半全场星期五伊拉克啊对中国半啊全场啊半全场主客啊$40啊主哇你都撑伊拉克喎啊犀利啊假波打反波噶 OK 假波快啲入去光棍啊嚟啦又嚟啦下半场开始啊啊大哥已经啊引攻待发啊准备冲出去啊攞波啦啊！吸啦吸啦哎对面啦哎水罗马接得靓两个夹你一个哇仲依然啊空球再脚啊呢个大隻佬哇思贤姐帮手啊我空啦先至空啦哎呀对面啊打到个荷包哇佢又好彩啊都空出嚟哎哎哇呢、这个失啊叶之余啊失落设计师啊斩过嚟大哥顶你到顶落去哎呀顶唔到啊我识啊对面啊，呢、这个矮仔啊，大只佬扎巴啊，
呢只 game 啊，好少人啊，好多人都好中意整到个身材，一系就啊零舍矮小啊，曾志伟咁样，一系就整到沙巴咁高啊，啊唔知点解咩心态啊，冇啲整翻啲好似大个呢啲标准，但系明德大系比较好嘅，你睇睇啊，个个人身材都标准，正常人身材啊，普遍咧好多队咧都中意啊，有啲啊怪胎啊，老下垂先至。啊，根據嗰啲啊醫學報告咧，話通常咧嗰啲咩腦下垂定咩嗰啲成長激素咧太多咧，先至會咁高啊，啊或者一係就冇好似美斯嗰啲就話發唔到育定點啊，啊生長激素冇咧啊就會咁矮，係嘛啊？大家覺得點睇？幾時有特別嘢睇？好快噶啦啊！十點半啊嘛，十點半換 game 好嘛？老下垂睇啊，爆炸头先赢啊！但系嗰只嗰七只巨棍同你玩好唔好啊？但系嗰只记唔记得同虎？我记得啊，你就系嗰个同虎啊！我哋以前打嗰个红绿灯队啊啊，黑物龙定咩啊嘛？我有印象啊！我就话嗰个人啊，好细粒啊啊，又瘦啊，好似同虎咁啊 ！wing wing， 你就系嗰队嚟系嘛？啊，但系个有乜嘢唔识啊？唔識咩呢我都諗諗先。不如講明熱靚啊空德俾到達佢啊達佢喺邊度吸一吸先。算啦靚水話你水落馬靚啊達佢繼續衝啊啊一個轉身你啦俾唔俾到啊可惜啊最後一腳啊俾唔到啊打埋呢場係咪打 DS3 啊梗係唔係啊可樂興啊我哋打到起碼十點半嘅啊快啲入嚟啊巴基斯坦人講啊巴基斯坦文啊有冇斩入去嗰支嘅啫？冲入去靓嘅 C 条头啊，中柱响袋啊！啊，65分钟啊，犀利啊！无语问苍天，大家一齐啊！呢、這个大家一齐做指导动作啊，靓叻仔啊！大哥今日咩事？冇咩事入波啊，正常状，正常发挥啊！啲成日有啊，唔需要大惊小怪，大家啊，咁啊，冷静啲。好啦，对面啊，斩啊，斩斩到个波啊，室内设计师，哎呀，哇，哎，可乐兄上嚟啦，啊，太好啦，啊，做咩喺度打呢个阿拉伯文啊？活学活用啊，古鲁切啊，离开啊。皇八終於可以退休啦啊！傻仔嘅阿拉伯文係咩啊？腳 B 啊！大家記住啊！對面啦、啊，啊又嚟打反攻啫！室內設計師點樣啊？去波啊！啊，師爺姐 mark 住佢靚波啊！奇怪快大波出界啦啊！我哋啊快啲嚇到佢，自己大波出界，我哋啊打反攻啦！但係佢喺前面啦、啊，走個靚直線配合，爆爆得贏爆贏咯！哇！對面係咁掹衫啊！啊！哇！一個靚後抽俾阿龐大俠，龐大俠點解自己都可以射靚啊？哇！咁出鞋點踩屎啊！我識啊！啊，出行龍十八掌出得多啊，比較少練啊，學下功夫啊，龐大俠，哎呀，啲水龍馬跳得靚噶啦啊！我識啊，吸得靚，最後哎呀，有啊，可以射啦，入波啦！哎呀，爭啲啊！係啊，巴基斯坦唔係用阿拉伯文嘅，我咪話啊，中東係咪好多地方用阿拉伯文文字？是啊啊波斯嗰啲都係用呢個文字但係呢講嘅嘢就唔同啊每個中東地方呢即係點講佢都有個地方方言啊但係有一個叫做啊 Fusha 就係好似你當即係中國呢咪有好多咩福建話啊潮州話啊等等等等等但係都要有一個國語嘅統一嘅佢哋就會 Fusha 啊喔識犀利喎你打字打識打喎腳 B 呢個真係聰明個 Paul Wong 你係咪真係讀過呢、這個哎呀有電話響就嘈住咗我啊女女打嚟呀啊如果唔係入多球大哥 M 記條友冇俾麥樂雞醬我點食有成手字落去問你攞返好簡單嘅啫啊自己整嘅係啊大哥你依家仲夠唔夠膽翻大陸啊？啊！
點解咁樣問啊？點解問啊？哇，好鬼嘈啊！呢個電話。好啊，斬個頭仔啊！啊，斬去呢個遠處先。有冇個炮彈頭？可以射啦啊！個大俠，等過嚟，阿慧倫，接唔接？哎呀，靚哥啊！你哋撲到啦，哎，大哥即刻衝埋去飆啊，飆甩佢啊！顧住個波先，俾唔俾到？哎，水落馬輕，射啦！哎呀，喂啊，定點啊？十二碼，哎喂啊！阿拉伯文系咪极度难写？我见啲字系极少分别，啊又唔系啊，阿拉伯文啊又点讲啊？佢个写法最特别之处就系、是、即系佢开头就有一种写法，喺中间有一种写法。如果嗰个字母喺尾咧，又有一种写法啊。独立写嘅时候咧，又有一种写法。总共四一个字母有四个写法嘅啫，啊。大哥，你中意 James Man 定 Angela Baby？ 哇，呢、這個唔敢亂講喎、啊、大家你知啊，係嘛 ？Angela Baby 係黃曉明噶嘛，係咪啊 ？James Man 係邊個？有邊個啊？大哥係中東人嚟啊，實不相瞞。大哥點學翻嚟？喺讀書嗰陣時，大學有得學嘅，嗰陣時我係啊。跟住又去中東啊！啊，繼續啊，進修啊，又有讀起啊，冇錯啊，都睇下靚啊呢、這個字啊，點樣揞過嚟轉個對角？哎呀，俾啲大婆靚哥啦！你哋快啲走上前，俾落去，我為兩靚啊，點知得啦？前面靚哥啦啊啊，水羅馬興啊，睇你點樣發板，揞俾大哥，大哥。怎么哇出了两个啊有没有啊哎呀干裂啊中东 U, 中东 U, 中东 U, 我在中东有一间我读那间呢中东呢那间大学呢就叫 USC, 实不相瞒就科技大学啊怎么顶啊入不到波是吧不需要捞啊啊我唔識啊，即爹即爹，我唔知點點讀喎，謝亨啊，啊，我唔知喎，呢個我都未唔知點解喎，你用 Google 翻譯定點樣打啲字啊？可能我未學過啊，我啊只係停留喺呢個中高手階段嘅阿拉伯文啊，啊，我教你 I love you 咧，啊 ，U hit 就係 I love。加個 care 就係 you， 就 uhibu care 就係 I love you 啊啊，好簡單嘅啫啊！打多場，你對面係你哋嗰隊啊，定點啊？啊，可樂兄好似要入嚟啊，我入去叫翻佢先。uhib 就係 I love， 加個 care 就係、是、啊 uhibu care， 佢哋要加個 u 咧，就要轉一轉最尾個尾音嘅 uhibu care。就是 I love you 啦，就是好簡單。非常非常易，Jitten Jitten， 我睇到啦，我睇得明啦，啊。因為我讀嗰、那個，我 hot 就我唔係呢個意思喎，我讀呢、這個啊熱嘅話，我係讀呢、這個 hell 啊。啊，啲棍啊翻曬嚟啦，而家啊。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七支棍啊，啊，不走七星棍啊！大哥點解唔走啊？打後啊，係啦，阿波汪啊，聰明啊，打到啦啊！呢、這個就係 I love you 啊，烏希布劇啊，烏唔係烏啊，係烏冇呢個 W 音嘅，係第一個烏，即係 hip 屁股嘅 hip 啊，烏。啊 ，D U 跟住 K 啊，七棍下天山啊啊，大哥走龙都走过啦啊，而家即系高一寸应该够长啊，冇所谓啊，我哋啊哇对面啊大富翁啊 Monopoly 啊，七个人有七碌棍齐齐入把雪间房度，摁摁摁揾首歌真系，啊呢、這个系揾歌啊，只高七有七个小矮人啊。爹哩媽哩布哩，我真係唔知啊！烏啊，第一個係 O 嗰啲，佢係冇呢個
冇呢個音嘅，第一個唔係 cool 啊，係 u 啊。十點半我哋先轉 game 啊，好開波啦！誒、哎，阿貴你知點啊？爆唔爆得人爆贏咗啦！啊，哇！直接遠射，哇！犀利啊！即刻俾個下馬威中柱嘅陰功啊！啊！好啊，郭大俠傳上去啊！我係兩比啊，師爺姐，師爺姐點樣啊？落底啊嘛，出波啊，入去中間等你。我即刻，哎呀，喺遠處想俾人啊！對面啊嚇到飆尿，睇睇先啊，三分鐘斬過嚟，踢走你，靚啊，郭大俠！喺前面有噶啦，哎呀，水路玩有冇越位啊？哎呀，我識噶啊，俾對方攞翻先。喂，有個咩事？哎，靚啊，攞到啦啊！嘟嘟噜嘟噜嘟噜噜，大大大，點解？喂，大佬，呢啲係咩文嚟？非洲話真係唔識嘅。哇！對面啊，打反攻啊，説時遲那時快，好在國大俠啊，守得咧啊，奧維倫啊，揞咗俾阿大哥，大哥俾翻個直線温吞住啊，中間可以俾啊，俾落去啊，水羅馬喺度等緊你啦啊，入接啊，俾到個大哥，哎呀，我食到最後啊 ，Keep Mary 啊，阿傑馬利啊，哇！呢、這個咁樣係咩意思啊？啊，奧運藐視我哋喎、啊，水羅馬啊，俾到阿國大俠。我就揞個俾啊，嗰啲啱揀到阿姨啊，爭少少。咩過呢一輪？哇！呢啲咩嚟啊？馬甲凍杯巴女打啊！印度 F 波印度話我啊唔識嘅，靚啊呢、這個覺得，好一射，吸得靚啊！哎呀，最後一腳啊，可惜啊，射得太正啊！突發啊！中共而家向我宣布，大哥有名留意打，由於在網絡上次。多次討論中共政治話題，擾亂國家發動叛亂，即日向大國發出不再啊不開放中國大門的警告啊！啊，23條立法嘅話，大國你死硬啊！啊，呢個23，而家網路係咪有一條網路23條啊？而家啊搞成點啊？啊 ，1902 威爺想出廣告咁都唔吹啊！咁樣明顯啊，身體咁樣壓埋去啊，大佬啊，黐線啊 ！USD 有咩趣聞？我曾經講過一個趣聞，你哋又唔信，我就話喺入邊咧有個日本妹叫，哎呀，又嚟想賺點太子啊！哎呀，陰公啊！我就話入邊咧有個日本妹，就叫呢、這個啊，就叫呢、這個啊維里 Ellie， 跟住我又同佢講話，佢話就啊煮飯俾我食啊，啊又話。啊！又幫我洗杯啊，洗碗碟啊，我就講話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趣聞，你哋又唔信？我咩 FF 達啊，係嘛？咩記得啊？咁梗係記得啦，真人真事啊！你我記得仲有位師兄嘅，有位兄弟手足話咩咩？你過兩日就會改錯咗日本妹名啊，叫咩啊？係嘛？啊！但係我識嘅唔少日本女仔啊，女孩子啊，你又唔信啊？啲嘢都唔趣啊！咁咩叫趣啊？啊，大佬，同日本妹有幾多人有呢個機會啊？食日本妹煮飯係嘛？啊，幫你洗碗碟。我講俾你聽，日本人同呢、這個日本女仔同香港女仔嘅差別，十個趣加字。我講下一定講錯我估啊！過兩日啊，問多你嗰次日本妹咩名啊？嗰度仲有第二個日本妹，我話俾你聽叫阿奇，阿奇，阿奇即係咩啊？佢冇寫漢字俾我，淨寫嗰、那個啊。但係過去瑞士啊，都識咗一個啊日本妹啊，叫千葵啊，叫黐嘢啊。嗰、那個千葵咧就啊比較啊嗰陣時啊，佢啊唔識嘅法文啊，啊英文又唔夠好啊，就去到 hostel 啊呢個旅館嘅時候咧啊，唔知啊嗰、那個職員喺度啊，就唔知點算啊。咁啊，大哥好心咧，就俾佢處理啊，我啊，即係幫佢交代啊，即係話開棟房門啊，俾佢呢個啊擺低嗰啲行李啊，就係咁啦啊，唔好以為亂諗嘢啊，就係咁嘅啫啊。阿奇會唔會抽？一時唔知啊，有啲可能係阿幾啊，或者點樣啊，唔知啊，佢就冇寫呢個漢字俾我，佢可能以為我漢字渣，其實我漢字高佢幾皮啊。
无论君子之交淡如水，入我房摆低行李就系咁样啊。日本妹人就嗲声嗲气啲嘅，睇情况啊，我就觉得台妹啊，即系亚洲嚟讲，台妹都已经嗰啲音咧，嗰啲语调我已经听到无伴咁冻，我就唔系几中意。啊，鬼都知靓噶，推过一个。喂，嚟呢个，知唔知道？看唔到，看唔到啊！想射啊，射马拉啊！我识拗晒头啊，真系啊！系咪又玩生命之啦？大家以后咧想暗示同女朋友暗。你又可以讲话喂，今晚我哋要唔要玩生命之旅啊？圣诞节平安夜，你话我想约你玩啊生命之旅啊？你哋可以咁样做啊啊！聪明嘅女孩，如果嗰个女孩子你想试一个女孩子值唔值得娶咧，聪唔聪明咧，你就咁样问佢啊。如果佢识做咧，咁呢个女仔就啊贤良淑德啊，有慧根啊啊啊贤惠嘅啊妻子啊，你又可以娶得过啊。是吧打波打啊大哥再打架我小心玩自己自爆你们都打波顶啊不是我又被人闹了啊为什么大家成日说大哥假波计返啲空气阻力同埋硬币池啊硬币池通量都知道大哥本身入牙啊系啦，哎呀，斩埋嚟，哎呀，好彩啊，对面啊，斩过大龙，902啊，前面啊，过大侠啊，等你，哎呀，大哥走咗直线噶啦，哎呀，啱等到，哎呀，可惜啊，你呢个 keep Mary 劫马嚟啊，我认真一问，我而家试下联络去白石，喂，呢个醒目啊，902五入线，喂，你边度越位啊？越位早啲吹啊气都喘啊作晒气一把年纪啊啊仲要我跑啊支线啊啊啱啱讲到啲人我话话事话如果我而家试下联络白蛇姐上嚟好嘛大家有冇咩意见啊你哋好多人睇啊啊我而家决定我白蛇姐有冇微博我啊去留个言先大家好啊嘛见到上嚟啊嘛啊讲啲咩呀你哋有咩话题我都要出师有名我话邀请佢上嚟讲咩傾啲咩你话傾同你吹水佢梗係唔会理你话发神经你要有啲话咩想同佢傾咩政见呀乜鬼嘢係咪关于你返到问题问佢我要加3000人冇问题係咪嗰、那個羅師傅1000人啊白姐姐反而3000呢啲先唔合理喎羅師傅係咪問你有關生命之旅嘅問題啊係咪黐線收看人數破真低傾佢點樣當選問你點解咁白千祈唔好出樣我只係俾佢自己一個講嘅人我到時我加喺佢隔離呢你知道你哋會講啲咩啦係咪我就到時俾佢一個人自己噏，我睇睇有冇辦法啊？問佢攞一段叫佢自拍解釋一個點解當選咧片段咧，跟住話播放俾大家睇睇啊，好嘛姐姐上嚟點止5000都同你推高過無線收視同達哥嘅咩咩事啊講過好多次呢個達哥信奉呢個柏拉圖。柏拉圖式性愛就唔會就喺腦入面解決嘅就唔會有真實嘅行為哎呀你個水龍玩吸過唔緊要大哥喺後面幫你十波衝咗上去啦斬埋你哎呀鬼你知我識啊斬埋嚟有㗎啦無線40點收視我哋300萬人逼爆 JTV 係咪講真係講就做到好似好啊嗰你知哎呀攞唔到啊哎呀水龍馬彈得嚟好郭大侠轉邊㗎啦呢啲小心啊俾人咁樣包住哎呀小心啊你哥啊哎呀冇事知嚟啫大哥想問啊傾咩髮型金城武喎頭目穿托腮頭在呢個又長假期嗰個頭，呢個剪翻，
或者神探啊，呢、這個福山雅治嗰啲神探伽利略頭都可以。雖然呢樣好彩啊，認真請劉爾達上嚟講耶穌，我哋有試過嘅，曾經啊想聯絡劉爾達，我哋得咧得一個大俠，哎呀，我即係左腳等埋，哎呀，腦入邊解決黐線嘅，大哥即係人格分裂啦，你啲 A 人格搞 B 人格，唔係，我意思係腦入邊咧幻想嗰、那個。畫面啊啊，同對方一齊共鳴。你有冇睇過啲高達啊？高達新人類共鳴嘅時候，會突然間兩個人唔著衫，跟住後面有啲星河閃下閃下嗰啲銀河嗰啲畫面噶嘛啊！大家知唔知？嗰、那個就係柏拉圖嗰、那個柏拉圖的正愛，大概就係咁樣嗰、那個畫面嗰、那個原理就係咁樣。新人類有共鳴係咪啊？Andy 有著衫，你有冇睇高真金絲系冇著嘅？基拉同阿斯蘭系嘛？啊，有啲裸體嗰啲，零零先系裸啊 ！Sorry， 讲错咗啦，系嘛？系啦，系大家，我唔记得咗边集啊啊！哎呀，吸唔吸得过？我话咁样压埋你啊，都唔吹罚，黐线！水龙马俾到啊九 Alan 九零二入去啊嘛，想斩多粒，斩啊！哎呀，有冇？喂，仲有机会啊！啊射埋你啦！哇，搞错啊，咁都接到第一神黐线啊！对面真系啊，林元三啊，睇先你系小镬鸡啊！虚幻石，虚幻石系呢高达腰筋揼啊嘛，系咪有睇啊嗰、那个最后啊啊打爆个沙塔比，即系我执啊沙塔比个头落去嗰、那个。啊阿古啊阿古斯司令乜鬼啊嚇，跟住就喺度叫啲執武一齊推啊！我有睇啊啊，睇咗 BL 版真鬥基拉阿斯啊啊，請大元啊大元，阿寶推三分一阿古啊，唉、哎、真係好波啊啊又入波啦！講起呢啲啊啲講起呢啲啊。基嘢你哋啊，零舍興奮嘅隊友們啊，即刻入波啊！高大俠傳過嚟啊，係鬼意思啊，靚啊，一嘢射埋去，好九零二，哎呀，傳到過嚟，哇 ，Kid Mary， 好唔攞到啊，靚波啊，九零二，見面有大個，吸一吸先，哎呀，想俾上去啊，我即刻啊！太 Q 啊！接住个波喺地啊，俾唔到上去，喂过唔到头啊！小心啦、啊，对面啦、啊，哎呀打反击，师爷姐小心啊！高大鸭，哎靓波，哇对面系集龙啊！大哥啊嘛，表现下单刀横拳啊，有机会啊啊！哎切入去，切入去，切入去，攞唔攞到啊？大哥點睇大元？大元我啊唔係好熟佢，我啊只知道係台灣妹，就係僅此而已。有上過咩大學生了沒嗰節目？哎呀，爆啦！仲有小心啦、啊，唔好俾佢傳啊，靚啊，我落去。哎呀，好彩啊，高大俠，斬過嚟。哇！呢、這個阿滾你先攔留到，哎呀，對面啊，繼續仍然係啊傑馬利嘅攻勢啊！哇，打後抽啊啊啊！九零二啊，唔放過你啊！爆埋你啊！哇，两个夹埋你啊，飞身铲埋你啊，双飞腿啊！无补于事啊！大元大纪元大纪元入步啊！哎呀！大哥两岁啊，冇得住啊！啊，大哥啊，阿拉图式嘅啊，从未有呢、這个啊！大哥有冇睇《写真集》？冇冇睇过啊！俾特別節目你睇啊，打埋呢場睇睇啊！哇，黃牌啊，咁樣踩埋你啊，狼死啊！八哥好純潔啊，而家無啦啦話自己神。之前講過有講過，哎呀講埋啲球波先，哎呀靚龍門啊！兩歲頭文字 D 咩意思啊？兩歲咩頭文字 D？ 雖然靚波覺得嚇，睇睇有冇呢個保時階段啊？可唔可以整翻球先啊？啊！
不如开咗出街啊！但系台中意边个台妹？台湾妹？哦，台姐得唔得？我中意嗰啲啊有翻咁上下级数嗰啲啊嗰啲啊林志玲啊你哋中意嗰啲咩啊？好似仲有一个嗰、那个好出名啊仲有一个 Hebe 系嘛？我话妹咧就台湾嘢一讲呢啲啊入波啊俾人啊私单啊对面十二分。啊！哇，成队对面系粉红救兵啊！睇咧，哇呢啲球啊，真系啊，龙门啊就知道救唔到嘅，即刻跪地喺度喊啊，大佬！冇谂人哋我哋啊，睇睇啊，最后啊，有冇机会啊，再掟翻一球啦、啊！哇，可惜啊，延长啊，临尾啊！好啊，等等啊！下边节目啦，啊，输俾达哥打唔打多场啊？啊定点大家冇所谓啊打多场先做特别节目定点啊大哥有冇位踢啊冇梗有你啊我哋又慢人返嚟啊 ,BF3,BF3 特别节目睇你头啊我冇所谓啊打多场我啱啱先嚟啊特别节目先啦好嘛打多场就等埋家里仔啊在特別節目的時間等埋啊家裡仔啦好嗎我們看看特別節目好嗎等等啊我搞搞佢放心搞法文啊德文來的這個沒錯准备啦啊山之茶聲喔、哦、等等啊收到啊。好大家准备啦啊。片段啦，啊，好快咧，一阵咧就会啊上再上去噶啦，啊，我啱啱已经扬言系嘛，啊，如果头一分钟内咧
啊，头五秒内咧，你哋唔笑咧，我就话乜都得啊，个个都话笑死啦。啊，果然啊，不出大哥所料嘅啦。啊，呢啲就啊，真男人咧就讲得出，言行必果嘅啊，我哋啊。冇笑过，啱啱我搵翻幅图啊，我 cap 咗图啊，哈哈哈！啊，全部喺度话笑，冇笑啊，讲嘢啊，啊，再嚟多次啊，冇睇到，冇笑，认真啊，啊啊，而家咧我啊我就咧呢条片咧一讲你就信，冇料到，冇笑有咩咁好笑，冇笑。请切完全唔好笑，人讲你又信啊？阿哥我笑咗啊，一直都冇笑过，好认真啊！我系咪要笑噶吓？你哋都几好戏，认真啊！喂，你又可以去参加嗰啲啊 TVB 啊艺员训练班啊，系嘛啊？以为有拉尼播多次，播多次啊！啊！大家唔使担心啊！吓、啊，好多次系嘛，真系冇睇到，找数先啊！话我哋笑咗，冇图冇计倾，你哋自己喺度笑啊，大佬你而家偷袭我音效正爆，我而家 post 翻图，我而家搵紧嗰个上传网咧，就贴晒你哋话哈哈哈啊！咩笑咗笑到肠都跌出嚟啊！笑面虎唔使啊！水罗马兄帮我接咗图喎，佢系嘛？你贴喺实况就接到啊，根本系改图嚟，冇笑到啊！我要擘大眼讲大话啊！你话一开头见到个标题想点啊？啊，已经喺度讲，喂大佬！你咁样对呢、這个唔公平喎、啊，啊，系嘛？兄弟如手足啊，你哋叛变啊，你哋作反啊！嗱、啊，咁我将呢条片 delete， 系咪咁嘅意思？认真系嘛？即系大家觉得唔好笑，我啊将呢条片报废啊，从此系嘛？系咪咁嘅意思啊？啊，我啊将呢条片啊抌咗落垃圾桶啊！啊，系嘛？啊，未睇啊！嗱，嗰度啊精华片段啊，大家想睇咧啊，就去呢个网址咧，我就 up 啦，啊 up 上去啦啊，大家可以睇啊，上翻去呢个网址啊，可以睇到噶啦啊，波罗字啊，你自己大家去睇啦，好笑啲系嘛？而家我哋啊，大家可以慢慢睇啊，虽则唔好笑，但系都几好睇啊！你删条片啊！睇睇先啊，伯母一定会伤心死。